三星亚传授不忌口减肥法，成功从60公斤瘦到42公斤。她是安星亚，有着宅男女神之称，凭着超长的美腿迷倒一大片男生。有着170公分的她总是保持着42公斤的体重，令许多女生为之羡慕。到底安星亚减肥的秘诀是什么，可以有着令人嫉妒的身高和让人嫉妒的身材呢？相信很多安星亚的粉丝都知道，减肥前的安星亚体重最大时达到60公斤。安星亚尝试了健康而科学的运动减肥方法，为了能让体重快速瘦下来，每天都练习瑜伽和夜跑。唯一能让她稍微控制饮食，则是在前一天大吃大喝后，隔天就只吃水果或是自己煮减肥料理，但她强调这是很偶尔。而她的独门减肥料理是将金针菇和猪肉丢入有机汤块的汤头里煮，吃之前再过水。重口味的她说，因为好在有机汤块，所以过水后还是会有点味道。还有其他低热量的食物可替代，像是蒟蒻面、菇类、猪血以及蔬菜都是不错的选择，各种健身器材都会使用。他说，跑步40分钟，踏步机30分钟，剩下的就练臀部、腿部线条以及手部的蝴蝶袖。洋洋洒洒就说出一堆健身房的器材，分享如何让身形更紧实。安星亚上健身房时会跑步40分钟，跑步对于全身减肥非常有效，跑步可以燃烧全身的脂肪，但是跑步一定要坚持至少30分钟，这样才能达到有氧运动的阶段，让脂肪充分动起来。安星亚重视腿部线条，按摩不可少女明星常穿着短裙露美腿，因此安星亚格外重视腿部线条，上健身房时爱用假腿肌。他也破除外界对肌肉形成的迷思，假腿肌可让大腿内侧更紧实，除非吃高蛋白，不然不会变成肌肉。若是工作忙碌无法上健身房，安星亚则会在家做二种体操，一种是平躺在软垫上，抬腿至90度，一次20下，最后肚子会觉得酸痛；另一种是手举矿泉水，踩半蹲的姿势，脚不能超过脚尖，以屁股的力量让身体成为往下，使姿势像煮熟的虾子一样，来回共做20下。而他建议两种方法，每天交替做。安星亚简介：1985年9月28日出生于台湾台中市北屯区，新生代女演员、主持人、歌手、模特，本名廖静玲。2008年起参与肯德基汉堡、Long New 健步鞋等广告拍摄，并在中天综合台全民最大档举牌及模仿表演。2009年起成为全民最大档固定班底，并且频频参加综艺节目、广告代言活动以及平面杂志拍摄等。目前为王伟忠创立之金星娱乐事业有限公司旗下艺人。2014年3月在台湾某周刊明星调查局票选10大台湾美乳女神活动中，安星亚战胜林志玲，荣登美乳女神第一名。过去安星亚也曾试过许多不适合自己的方法，不过她在晚上6点以后绝对不吃淀粉，也不吃任何宵夜类食物。同时由于6点后就不吃东西，因此用早睡的方法来预防晚上饥饿。另外，安星亚还会喝黑咖啡和红豆水来消除水肿。最后快跟她一起试试看，相信有心减肥的人一定也能做得到。别忘记分享出去，一起努力哦。